你说贾斯汀为什么会突然退出大赛评委会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他脾气怪怪的，应该比古燕还要难搞。会不会是比赛有什么黑幕啊？怎么可能啊！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也肯定是退赛了。你别听风就是雨啊，我瞎说的。哎，你说这他能去哪儿呢？你之前不是给他发邮件了吗？如果他看见的话，一定会来联系我的。那要不联系呢？不联系，你就看看月亮，我们就吹吹海风，再听听海浪的声音。Perfect，就像那种老夫老妻的生活。Stop!